他上次去的老虎天七天间还不大，这个现在三十多。已经过了白露节气，长沙的气温还维持在30度以上。师傅，空调开大点。好的。哎呀，长沙实在是太热了。太热了，长沙就是火炉啊。你们从哪里过来？从北京。哎呀，大都市来的。好像长沙比北京更热闹哎。长沙好吃的地方多，你要看是网红打卡点，还是我们本地人吃的这些餐饮。本地餐饮馆子在南门口那个步行街那里，那里就是最好的臭豆腐的地方。臭豆腐的地方，它那个东西外面很脆，里面很嫩，吃起来香啊，闻起来臭。哎呀，说的我都流口水。流口水了。对，前面就是米粉一条街啊，你在前面去打一个卡就可以。那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就不用跟我推荐了，有的是人推荐。没想到，我随口的一句，让车里突然安静了下来。啊，我可以给你问一句吧啊，你们拍摄的这个录音，不能对我们长沙、湖南的这些旅游胜地有影响的啊！你只能宣传我们长沙不？我作为长沙本地人，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不？是不？那不会，我更想知道的是哪些地方你们当地的人会更喜欢吃。那可以，我可以都给你介绍，带你去一一的地方去打卡都可以。这位心直口快的大姐，是我来长沙的第一位美食向导。不过按过去的习惯，了解一座城市最好和它保持一点距离。我要先去株洲找一个朋友，半年前一道家常小炒让我认识了他。就是这道新鲜猪肝爆炒，快速出锅，3秒爆肝，在江湖上被传得很深，也让不少外地美食达人专程慕名前来。但厨师小马其实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烹饪训练，网上流传他挑选食材极为苛刻，我很想跟他去买一次菜，在我看来，这会是一次非常奢侈的旅行。但没想到，出发的时间是凌晨4点。特别愿意跟你去逛菜市场，就是我能感觉到那个小县城的那种幸福感，生活气息了，很浓，然后。每一个地方它每一个地方的食材不同，哎，好多菜是走不出去的，它就在那一小片。过去我们父辈祖辈种地，它的生活半径很小，对，就3公里就所有人都搞定了，就他一辈子就只干一件事情，他走的线路一辈子也只走了这几条线路，对对，他不会乱走。我就是我这个店，我就是这样想，我没有环境没有服务，我就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个食材的味道品质上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做法。所以现在这个做菜，不管是做菜啊还是人呢、啊、都是要返璞归真的。是哦，这个河真好看，哎呀太美了，一层层的薄纱。走吧走吧，太遗憾了，这个应该到这个河边下去观赏一下。真美。开了100多公里吧，我们赶上了衡东县每5天一次的大集，几百个摊位，其中一半都是周边农民自家的土产。这里全部都是自己家里的种的，我感激我喜欢每一个角落都要逛到，你每就是像看风景一样啊，对。类似这样的市集，小马每天至少要逛2个。这个真的在北京买不到啊、哎、
这么嫩的豇豆，这个豆角不嫩。等一下，给带你看、嗯、在嫩的。秋天的桂鱼啊，它是金黄色的。我们来这个了，快点。看看有多漂亮。金桂。桂鱼，金色的。你说的好吃的豆腐在哪里？这是看豆腐。豆腐可以平吃。豆腐当然可以吃了。哎，有豆香。你要想试一下有没有菜味，就是。聊下去了。猴子，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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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买了。好了，放到那里，来那里称呢，那里称。四斤了，四斤没呢。好，有点，快点称。好了，七斤没了。老西楼，这种全部给我搞了，好吧？有 nice 的不要哦。我妈对你的模样。哈哈哈哈，根本不是在买东西，他是在抢东西。很显然，小马对这里熟门熟路。我完全跟不上他的节奏。买个市场必须要有几个赌一手一样，让他要搞那种好的东西。我们有一个买鱼的，有个买辣椒的，一个搬家不好啊。来，阿姨，那个买搬家阿姨的，如果是这个辣椒，就跟他说要不得这个。这都是几天了，这个辣椒。哇，还给你炒个小炒肉，辣椒小炒肉啊，对，好，我先吃一口豆腐，好吧？好，这就是上午小马哥说的，嫩了没豆子味儿，有豆子味儿是不可能嫩的，他这个结合的比较好。小马店里的另一道招牌是辣椒炒肉，本地产的土贡椒，皮薄肉厚，快刀斩成颗粒，从专业术语上说，是为了增加风味分子溢出的面积。一年生的原种猪生长速度缓慢，风味积累充分，肉也切成小片。热力作用下，土贡椒的清香立刻散发出来。湖南的辣椒炒肉，按说我很熟。螺丝椒切大片，猪肉也切大片，坚守湖南小炒的四不原则：不焯水，不过油，不勾芡，不花哨。酱油着色增香，猛火干炒，吃的就是这份锅气。小马的做法却完全不同。哦，我知道这是带汤的小炒肉。清水带动下，动物蛋白分子和脂肪颗粒不断撞击乳化，将辣椒粒包围浸润。我意识到，这是让辣椒与肉合味的关键。你等一下试一下这个怀肉啊，很上头的，这个纯粹的青椒的清香味和肉的肉香味结合。我端走了。好，端走。清香非常重，辣椒的清香味和这个肉香味，全程都不要放什么调料，就是放点盐。你这吃到口里面，你就是一青椒和肉的香味，就是这两种简简单单。所以做菜它就是真正的要做减法。你说它辣，它是有辣，但是它辣得很柔和，非常柔，而且甚至有点甜。它有香有甜味，脆香脆。嗯。为什么放这么多辣椒？我有一点就是啊，那是从小那个时候，就是这个东西物质比较匮乏的时候啊，对，辣椒消化。衡量一道菜是否优秀，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下饭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甚至有人说一切不下饭的菜都是耍流氓。那你这个一道菜里面为什么用两种辣椒？我们觉得放一点这个黄辣椒有感觉一点，吃起来呀，感觉足一点，但是差不多，点缀一下也说不出一二三，反正就是感觉。青贡椒脆嫩清香，叶绿素分解后变黄，一部分淀粉转化为糖类物质，增加成熟的甜味，让辣椒炒肉的风味更加有层次。当然了，这也是我们请教专家的结果。在湘菜里，辣椒的运用千变万化，一个地方的风味离不开对食材的了解，不同品种辣度口感的辣椒，湖南人都有自己大体约定俗成的烹饪方法。中餐烹饪是经验之学，书面很难精确记录，像小马这样的厨师，经验和感觉不就是学问本身吗？湖南菜不仅擅长彰显辣味，也懂得如何消解，发酵是锻造风味的重要手段。剁辣椒在发酵过程中，辣椒素被分解，辣感减低的同时，酸香出现了。鲜艳的是发酵一年的剁椒，适合小炒。香味一下出来了，酸香。肥肉、瘦肉搭配油渣，这种肉的三次方，长沙人叫肉炒肉，很香。老曲，拿上筷子呗，筷子干净的。这个油，吃到了一个猪油渣，一块瘦肉。还是有点辣味的，有点辣味哦。很香，可能有一个油炸的那个香味在里面。下饭菜。我喜欢吃肉炒肉，但这是第一次仔细品味其中剁椒的味道。三年陈的剁椒色泽要暗淡得多，但酸香味达到了峰值。好香啊，我先尝一尝剁椒。几乎感觉不到辣了，它主要是承担了这种自然的发酵的这种酸味和香味在里面。您吃一下那个肉看，要蘸点汁水。对，好吃，就是现蒸的力量。肉炒肉里面的剁椒就像一个年轻小伙，血气方刚，粗生大气，就是很外向，这个更成熟稳健，尤其是它的后味特别绵长，这个氨基酸带来给人带来这个美好的感觉，持续的时间很久。它一下子可以把那个味提上来哦。是啊是啊是啊。太美好了。湖湘是洞庭湖和湘江流域的统称，湿润气候造就了优越的发酵环境，
也成为当地人爱吃辣的借口。不过，辣椒传入中国只有四五百年，在此之前，我们的口味里有没有类似的香辛料呢？曹禺老师的《中国食辣史》给出的答案是有，比如花椒、姜和茱萸。他们其中的一种至今还在湖南的餐桌上保持着重要地位。挺好吃的，真的非常非常美味。像这道烧墨鱼，入口有轻微的灼痛感，但旋即带来复杂的辛香。我们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出锅的时候会放一点酱油，这个只能用本地的酱呢。答案或许在地下。姜是老的辣，前一年收获的小黄姜在窖中贮藏，姜辣素格外丰富。湖南厨师懂得进一步提炼姜的辣，低温油炸，让脂溶性的姜酚充分溶出，持续释放辛辣和芬芳。姜油落入炖煮墨鱼的汤汁，这是姜辣味的升级，姜不见踪影，而辛香无处不在。生姜中的酶可以将蛋白质分解，使肉质嫩滑，也有助于释放氨基酸，增加鲜香。非常澎湃的，姜辣的，这个姜辣，它的辣味里面更多是姜的辣。是的，这个姜我能够明显感觉到，比如说我入口之后生津，你就是本来是你吃了一块肉，你去迎着它，你带着饥饿去对待它，现在是你的。整个口腔被口水包围着，波涛汹涌的去迎接它，真的是不一样。姜是中国人最基础的调味料，也是中餐的风味标志。湖南人的与众不同是把这种调味品直接上升到了食材的高度，并在日常生活里大量食用。湖南产的紫姜，纤维细致无渣，姜辣素含量非常少。一两天的晾晒让紫姜脱水，口感更加脆韧。湖湘地区管酱油腌制的紫姜叫紫油姜。酱油的色泽和鲜味完全渗入紫姜内部，就可以开坛享用了。在长沙的这种早点中间，它都配有紫油姜，这样的老传统现在已经慢慢的在长沙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消失了。找不到了，找不到了。这是腌制一个月的紫油姜，
牙齿咀嚼时有脆爽的满足感，酱香味浓厚。我身边的这位任大猛，本土媒体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湖湘饮食，主攻方向是早餐文化。像我这样的外地人，一直以为长沙的早餐就是米粉，我自己就是重度的嗦粉爱好者。但任大猛告诉我，长沙本地嗦粉和吃面曾经不分伯仲，甚至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面粉是外来的稀罕物，吃面反倒更有面子。后来抗战时大陆交通线中断，面粉运输困难，米粉才成了长沙早餐真正的主角。你看，和有文化的人一起吃早餐，没多花一分钱，除了美味还能了解历史。哦，它这个粉都是鲜粉啊。在北京就很难吃到鲜粉。在长沙城中心的街巷，如果留意，还能找到老长沙的另一处面食传统的印记。这种外观的包子并不常见，不过它更独特的地方还在于馅儿。干腌菜提供鲜味，肥膘带来汁香，小火慢蒸，肥鱼的油脂充分浸润干腌菜，这只是底色。五倍于腌菜的白砂糖，甜与鲜强强联手。这就是腌菜糖包，外皮饱满暄软，干腌菜早已化为细沙，糖油一接触舌尖，甜味便以极限速度传递到大脑。到了长沙，真正吃包子要吃得好的话，你要知道长沙的这种已经消失的这种正宗的吃法，就是双包案的吃法，等于是一个糖包一个肉包，下面这种底板把它抠掉，抠脚底板，对，然后呢把两个包子这样的按起来，不断的用力的按，这个糖它就渗透到这个肉里面去了啊，就是双包案的吃法。吃双包案它不能没有茶，关于双包案考据很少，最初或许只是为了便捷，同时也有彰显富足的意味，然而这种绝代双包直到今天还影响着老长沙的每一个早晨。火宫殿，长沙湘菜传统名店，我第一次知道这里一天营业要分上下半场，每天天不亮，客人就已经填满了所有座位，腌菜糖包在内的各种甜食在这儿大行其道。眼下全民控糖，
对甜的嗜好以及湖南甜食的丰富都出乎我的意料。还有一种甜点更为极致，肥膘和白砂糖1:1混合成糖油，恰到好处的筋度让面皮拥有极强的延展性。薄透的面皮作为载体，将糖油层层包裹，动物脂肪、蔗糖和充分醒发的面皮，在水蒸气的反复催动下，呈现出晶莹的质地。这种大彻大悟的通透，湖南人给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脑髓卷。餐厅早上7点营业，中午11点中场休息。老长沙陆续离开，紧接着游客涌入，各种热辣香菜上桌，火锅店又变回我熟悉的样子。餐厅就像这座城市，风味既矛盾又统一。任大猛形容它是双子座的长沙，意思是说我们往往被它表面的热闹和美味吸引，却无暇顾及它厚重的过往。长沙有多厚重呢？按任老师的指引，我来到了天心阁，这里见证了湖湘近代历史的发展和变迁。我还约了两个朋友，相识多年的严肃近代史作家谭伯牛，不太能吃辣，却写下了中国食辣史的曹禺。前是这个地方长沙是最高的地方啊，可以俯瞰整个长沙，能看到湘江什么的。你如果假设把这些楼都去掉，它就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长沙，对不对？我是觉得这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拐点，就是湖南之所以能够崛起，就是因为仗打赢了，战争胜利者，太平军来进攻天津的时候。他竟然守住了，就是湘军这个对太平军的这个胜利哈，就给了湖南人一个空前的机会。是我觉得可能湘军刚开始崛起的时候，湖南的饮食第一本地上，说白了，它肯定是比较乏善可陈，因为它一直是一个很落后、很边缘的地区，然后后来湘菜的这个兴盛，其实跟湖南人做官有关系，湖南人做官是也是因为立了军功。毕竟大家都到全国各地去做官，那真见识。主要是中上层的这些军官，对对对，后来基本上做的地方巡抚、大员都是他们。后来这个湘军将领，很多人他们宅子在长沙都很大的一片的花园。这个那会儿的士大夫吃饭，这个人的花园里面，咱们上午先到，小桥流水、假山，沿着那个花园能走个1个多小时。啊，然后大家再喝茶、摄影留念，然后再上桌吃饭。湘籍官员带回的大量财富，在100多年前影响甚至改变了湖湘上层的饮食。
最具代表性的是因民国大佬谭延闿而得名的祖安菜。因为制作工艺繁复，对刀工技巧、烹饪方法的要求极高，今天能做祖安菜的厨师已经不多了。谭蜗牛今天带我们来的这个地方，一些菜过去我只在传说中听到过，比如用炖足四小时的鸡汤打底，再放入童子鸡，隔水蒸一个半小时。再比如把干制的蹄筋低温过油七次，再用面糊洗去油分。又比如耗时五天泡发的干制海参，配上酸辣调味，才让人隐约感受到这是在湖南。哇，真漂亮！这个好舍得。还有这种从十斤青菜中取嫩芯儿，只为衬托初秋的寒峻。山林是啊，很浓的松树的香气。祖安菜里最繁琐甚至有些夸张的是把豆腐、肥膘、鱼肉、鸡肉分别剁碎，反复破筛成细蓉，再蒸制重塑。然后淋上八种食材熬制的高汤调味。而最终得到的只有眼前这一方豆腐。它其实已经不是豆腐了，我觉得异化了。嗯，它就是要这个效果，它带有阶级属性了。对，看上去像豆腐，吃起来是别的东西。对，所以刚才说，如果是谭老爷子，他要请特别重要的客人，他同样做这个豆腐，他要给他配解说词，这个豆腐我是怎么做的？嗯，以彰显被请的客人的尊贵。我为你付了心力。对，当时中国有很多这类型的东西，就是我很多功夫，但是我不能让你看到。我可以在这个包子里面的葱花上面雕花，但是包子还是个包子，就是你看不太出来。就如果你要是把那种珍馐摆在席面上，他们叫陈腐满眼，就是看的就不入流。你这个东西就是要显贵是吧？就显得就不行。因为我们人本质上很多时候这是个唯心的动物嘛。境由心造，你如果觉得今天这个里面，你比如说祖安菜这个东西，因为想到谭延闿啊，又是这个翰林出身啊，又是这个民国政府的高官啊，书法家呀、美食家呀，东西美食都能，他都能接受。他估计也是很早的一批在长沙城喝啤酒啊、威士忌、白兰地的人，睁开嘴巴看世界的，大嘴吃四方。是，那你说，从现代人的口味上来说，我更喜欢吃刚才说的没有那个爽裂的那个感觉的豆腐。它就是特别嫩，它就是豆子味儿特别浓，它你能感觉到山坡上大豆地里边。那个阳光照射的那种感觉。说实话，官府菜的制作有自己一套审美逻辑，而我个人更喜欢烟火气浓厚的所在。浏阳山区的小河里长不大的鱼嫩子是当地人心目中难得的美味。
湖南人固执地认为，只有茶油才能赋予河鲜植物的香气，但这还不是美味的终点。煎到两面金黄的小鱼，放到铺撒着米糠的炭火上方，稻壳噼噼啵啵作响，烟气带走小鱼的水分，香味分子不断附着其上。浅熏一个小时，金黄的外壳下，鱼肉的滋味变得深沉浓郁。这种烟熏风味的小鱼在浏阳被称为火背鱼。辣椒、豆豉、杨梅干加上再次出厂的茶油，合力为火背鱼调味。水汽让火背鱼回魂，鸡肉纤维恢复弹性，鱼肉的鲜香也多了复杂的滋味。蒸这种烹饪方式7000年前就在世界多个文明中出现，但只有中国人把蒸用得让人叹为观止，其中就包括湖南浏阳。今天我请一位朋友吃浏阳土菜。陈山青是位语言学教授，浏阳正是他采集样本的地方。我跟他们特别熟，是吧？苹果姐姐，我已经等得不行不行的了。完了完了，我已经准备好了3个胃。太能干了，马上就要吃了啊！苹果姐姐是我的老朋友，和小马一样，她没有拜过师傅，却凭着家庭烹饪的经验做得一手好菜。今天打算让我吃几碗饭呀？太香了。这只猪的身份证肯定是山里的。它这个火候，蒸的火候掌握的特别好。外婆菜。外婆菜。佐料，蒸佐料。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摄影师来，我来拌，给你来拍。再大一点的特写，这个油反复复往上，快上头了。这苦瓜都好吃啊，您这么苦的也习惯吗？苦的，没问题，这个苦哪有拍片苦啊。你问问他们。太好吃了，鳝鱼能蒸成这样这要了命。这米饭不够，我尽量少吃点米饭，但是我今天肯定2碗是打不住的。你跟我们一口一起吃吧。好的。不要告诉他我们已经吃了4碗。那是导演让把米饭给撤了，不让吃。您这个证明了苹果姐姐的这个手艺啊。用嘴投票。夹着来。好巧。好巧。哎，苹果姐姐，您这个菜所有的菜不都是高压锅吧？像苦瓜不需要高压锅吧？不要，就是这个鳝鱼，那个排骨，我先是用高压锅把它压透，然后再把这个辣椒放上去，蒸个10几分钟就够了。这排骨要蒸透要。这个蒸还那么复杂呢？在苹果姐姐这儿，我看到了和祖安菜不同的另一种食不厌精。带皮的五花肉反复油炸水煮，出油脂的同时多次脱水吸水，使肉皮起褶，形成漂亮的虎皮纹。铺上薄薄一层辣椒，再填入炒香的盐菜和肉丁。
蒸足两个小时，直到盐菜扣肉颤颤巍巍地上桌。现在对于地方文化来说，可能有两个比较显性的表征，一个是食物，一个就是语言。今天待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浏阳，它的大体的方言的构成是什么样子？一个是湘方言是排第一，然后是赣方言，还有客家，就这三大方言都在浏阳。讲赣方言的就应该主要是来自于江西。客家话的这个来历呢，就是它主要是来自广东，像浏阳蒸菜这个这些叫法呀，我们湘语和赣语的就是发就是菜，这个发菜，蒸菜，但是客家话它发的是蒸脆脆，是不是有这个、是广东那边包括有点粤语啊，对对对，是吧？所以浏阳它这个这种蒸菜是由客家人带过来的，就等于它是一个纯外来的方言以及纯外来的生活方式。对，有源头。他们有句俗话叫做宁丢祖宗钱不丢祖宗言。客家人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群居，聚居、他们大家族住在一起，你就说嘛，客家人其实心很齐，他们做事呀、行事呀、这个传统的坚守啊，都非常有特色。我们拍美食，我们怎么找食？就是有一个秘密，就是、如果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相互说话讲得通，他们在口味上不会起争执。您这个观察很有意思。方言和食物往往是一个强弩吧。对。同样是制作繁复，官府菜和浏阳蒸菜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体验。这让我再一次感受到长沙的双子座气质。那么湖南菜是如何长成今天的模样？谭蜗牛又带我来到了闹市中的一个小院子。这个地方是十五学堂的旧址，十五学堂在当时的，我们如果说湖南带动全中国进行改革，带动清朝进行改革的话，它也是一个发动机之一。这个地方培养了很多的名人，十五学堂当时他们肯定都意气风发，同学少年是吧，口气都很大的。湘军为湖南为长沙带来了财富，但是这个还不够，甚至认为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要强大起来，人民要拥有自己的权利。可不可以这么说，实际上进入二十世纪的前后，湖南或者是湖湘这块地方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最活跃的一个中心，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应该没有问题。其实我们从绝对没有问题。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很有朝气，这个将来的一个新国家、一个新世界，需要年轻人去建设，所以我们年轻人干好自己的事情。后来越到后面，革命思潮就起来了。革命思潮不仅给湖南带来了新气象，也给湖湘带来了新的风味，就是不吃辣椒不革命啊，然后强调这个中国革命跟吃辣的这个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食物了，它代表的一种革命的精神。但是呢，辣椒这个时候还没有迎来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在70年代以前还没有迎来最根本的，就是移民时代。历史进程当中，人们是充满了像辣椒一样的火红的热情和活力的，就是你一起吃辣，一起汗流浃背，一起仪态尽失的情况下，那你就会感受到一种
同甘共苦一种共情，这种共情就是人的一个基础的纽带，更是一个社交行为。很难说清楚是湖南人选择了辣味，还是无辣不欢的潮流推动了湖南人。为体验长沙的流行风味，我和曹宇分头行动。我想要一杯这个辣妹子辣，这个也很新奇啊，这个把这个辣椒和咖啡放到一起，它消费这个符号的价值要远大于这个商品本身的这个使用价值。当时有资料说长沙是著名的米市，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吧都在朝宗街，现在都成了这个样子。哎呀，小时候玩的可多了，其实这个地方嘛有一种城市人的乡愁的感觉，就是这几十年城市改造了以后，很多人的这个家都已经没有了，或者说他从小长大的地方都已经完全的被现代城市给取代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像这样子的东西是有一种这给人带来一种回忆的感觉，或者他找回他失去的家。我甚至还去了刚刚落地长沙时的士大姐推荐的网红夜市。是的，打个卡。好好吃啊，你怎么这么懂事啊，还给爸爸打扇子，你怕爸爸热呀。好吃吗？好吃，真不错。了解了湖南的过往，我很希望在一些曾经吃过的食物中发现新的味道。夜幕在我一通吃吃吃中降临，我和曹宇约在市中心碰头，据说这里是中国人流量最大的路口之一。哇，这被我拍到了长沙。被你拍到像不像涩谷？是人潮涌涌啊。我几乎每年都来长沙，我从来没来过这儿，这是我真的发现长沙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完全不认识了。就我觉得就长沙现在哈，就是你看北京王府井啊，上海南京西啊，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基本上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了，就只有长沙有。对，真是人气旺了。所以长沙一定是做对了什么。对，不是很能捉摸透，但这个东西我们还要观察，因为它这个出现时间太短，还要等个5年时间。可能我觉得它这个网红经济还是在于拍照打卡，打卡其实也是一种参与感，就是现在人能参与的东西太少了。那你一旦，因为现在人的工作被剥离的任务导向，就是你没有明确的任务，是的，就是对你上班就纯粹只是就是上班而已，你没有一个明确的任务，所以现在人要找各种方式来完成任务，打卡就是一种典型的完成任务。走吧，咱们去打个卡。当下最火的网红省会，众所周知的不夜城。
但当我们深入长沙的背街小巷，就会发现这个新潮城市的另一面，倔强的传统，老派的滋味，以及醇香浓厚的市井情怀。对人别叫，你叫了你对人你没味了。人走上坡路就是辛苦的，但是你一定要去走。我还没喂我，希望五十年以后在我身边的还是你。肯定是的，只要活多了久。今晚我们走进长沙的热闹深处，两年了又踏回来了，陪我走过了人生最低潮。跟我们这家店干爹不，他说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来了就点我们的那个猪头肉。他们不熟，来来来，请干杯干杯。我是个八两的样子吧，他就是一斤二两的样子。湘江穿城而过，沿岸商圈云集，林立的高楼背后藏着一片不起眼的老旧街区。一家主营凉菜和热卤的宵夜店开在这条狭窄的巷子里。伟妹手脚麻利，负责切菜拌菜。娜姐经验老道，擅长把控味道。牛蹄筋，麻辣 Q 弹，蒜苔丝，鲜嫩脆爽。鸭肠、鸡肠、猪小肠，捆绑卤制的捆鸡，嚼劲十足。最后再来一碗猪油拌粉，风靡长沙二三十年的下酒套餐。在这套组合拳的基础上，姐妹俩增加了一道辣卤猪蹄。大众卤料样样不少，而成就娜姐独门卤水的却是她亲手晒制的一味香料，老陈皮。胶原蛋白渐渐析出，卤汤变得粘稠浓郁，陈皮的清甜果香沁入猪蹄内部。红油、大蒜、香菜趁热搅拌，为筋道弹牙的猪蹄赋予了香辣鲜咸的多重味觉层次。八个的猪的里面它调的颗粒就是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用常的话讲就是非常的对味。这是我们正宗的卤味，外面找不到的。不是鸡哦，不是的。精心制作下酒菜的姐妹花，因为耿直豪放的性格，成了老街坊们最喜欢的酒友。女生豪杰，这是女生豪杰啊！真的，看着我文质彬彬的，这个很温柔的一个妹子，一喝酒啊，我靠，我都不敢跟她喝了，是吧？娜姐跟维姐，你们两个谁酒量好一点？我是个八两的样子吧，他就是一斤二两的样子。这些一起长大的中年朋友还会耍起童年小游戏，掰手腕。不是他哦。啊，对，哎，你是哪部呢？天哥的。我的钱呢？你的钱呢？你的钱呢？三。好，你厉害。你厉害。他一二三就帮我干什么了？反超我自己。一、三。完美没歪我，完美没歪我，完美没歪我。我一定要喝一杯，我的妹妹。完美没歪我。
射门，哎，你射门，你射门，你射。夜深人静，热闹散场。两年前，娜姐的丈夫身陷囹圄。我是三天没睡，也没吃，发生事情我是懵的，我完全什么都不知道，天塌了啦，真的嘞。丈夫出事不久，生活又给了娜姐一串重拳。爸爸呢得了癌症，就去世了，跟着母亲也跟着走了。最难过的时候是没有眼泪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从头到尾都没哭，真的嘞。我把一大家子交给我，两个孩子这么小，那我真的崩溃了，那时候真的崩溃了。娜姐万万没想到，离开长沙十年的闺蜜美妹突然有一天站在自己面前。我看到她的时候，第一感觉我就想哭，我是抱着她，我一直抱着她，她就拍我，就是她当时抱着我的时候，从没见过她那种情绪，真的，我是从没见过的，所以当时我就心里很心痛，很不舒服。其实我那个时候我眼泪已经流出来了，我真的，我有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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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想跟你说。人生海海，起落沉浮。十年前，美妹遭遇家庭暴力，也正是娜姐张开双臂，接纳了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妹妹。怀孕三个月的时候，把我摁在地上擦呀什么的，我跳下去了，直接从家里跑出去了。但是趁着他不在家的时候，从家里跑出去了，然后就一直躲在外面，我也不敢回家。在我那里，我在我那里一直躲在外面，不敢回家。十年后，伟妹放下一切，回到娜姐身边。这对长沙妹坨决定联手应对厄运。我可能在外面啊，我可能还顾及点自己的面子啊什么的，对，我不会去说。对。包括我有时候想哭啊什么的，我不会哭，我会忍着，忍着疼。但我这里他没有顾忌，真不需要。心里上面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情绪就可以尽情的发泄嘛。记得吗？上次喝醉酒了，哭，你出来问我，他说你是在哭吗？我说你想得了，为什么？姐妹齐心，齐力断金。开在山下的下酒菜馆逐渐有了起色。经过一段时间摸索，他们开始挑战一道江湖硬菜——干锅猪头。先用烈火褪毛，烧至金黄，去除异味，再用小火慢炖两小时，卤水赋予咸鲜口味，最后切成薄片，猛火爆炒，洋葱、红椒、小米辣下场拌，热情融化鲜味。如此三番火攻，粗糙的猪头彻底腐烂，油腻指数骤降，甜辣脆爽。干锅它越煮了越香啊，然后就是那种软啊糯啊那种感觉了。来来来，猪肉来一个。它猪肉好软的，好入味的。就是我们湖南人吃这个猪头肉一般都会有点肥和腻，但是他搞的这种就是切的比较薄，吃起来就不会腻人，就非常的爽。
这才沐浴布了，盖的地方很水，看嘛，又是上又是水的。小子，放心咯，是你不在的，郑老五的妈妈也不在的，我屋里就是他屋里，我妈妈就是他妈妈，还有人照顾他的。谢谢你，陪我走过了人生最低潮。希望五十年以后，在我身边的还是你。肯定是的，最后多久？从我一个全职太太，每天就是美容院啦，逛街啦，现在呢，每天幸福啊什么的，我也不觉得幸福，我感谢现在的生活，让我充实了，不会去纠结那些不好的事情，对以后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相信自己嘛，越努力越幸运嘛，对吧？因为我们毕竟不是那种不努力的人嘛。高楼环抱的建乡新村，长沙最老的小区之一，60年的历史，不到一平方公里内却开了118家大大小小的麻将馆。飞，长沙堂客们的代表，麻将桌上的女王，麻皮的暗号，我只有个这暗号，多点牌。每天下午，飞姨打完麻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叫醒懒儿子小姑。你娃娃，你打死你个做啥子？电话也不接电话，也有点我是责任感了，你个做啥子？出来了，来人！28岁的小姑，网页游戏发烧友，昨晚边玩边唱，熬了一个通宵。如果你飞，天气这么好啊，下雨天就凉快，对吧？不睡个懒觉嘛，就不是那个事儿，是吧？说实话啊，那可能20个闹钟还要目测一下能不能起来。虽然刚被母亲教训一番，但小姑总有自己的精神胜利法。谢谢老板，谢谢谢谢。这次机上一定要帮我的机会。不要你，不要。飞姨一家在建乡新村开了一家宵夜店，名唤辣塔粉店。如果是要吃粉的话，是够招牌的，我请不上是到我屋里。21年来，辣塔粉店专注各种粉面浇头，排骨肉饼、牛肉牛腩、肉丝猪肝，不论干拌还是原汤，他们家应有尽有。但最受欢迎的还当属鱿鱼粉。懒散皮他的小姑刀工却十分了得，携式紫花刀入味的关键，刀尖深入鱿鱼1/3处，雕出千沟万壑，焯水30秒，等待大蒜以身相许。小火边整，每一颗蒜粒都尽情投入鱿鱼的怀抱。最后猛火收汁， Q 弹性感的鱿鱼火辣登场。三鲜鱿鱼，这是我跟我妈共同在家里磨合出来的一个新的嘛。
想要做出这碗地道的招牌粉，小姑还得哄好老太太。雪里红，鱿鱼粉的灵魂伴侣。你一层层的呢，把一些雪里红再烧成泥，把一层雪里红烧成泥。经过半天的发酵，雪里红失掉微苦，脆爽加倍。旺火热油，炒至水汽散发，肥肉末煸香，加入干辣椒，颠锅快速翻炒。热辣辣的蒜香鱿鱼，冲脾气的雪里红，在雪白的米粉上双剑合璧。我们就冲着雪里红来的，它切成丁以后腌了以后，又有辣椒的辣味，又有蔬菜的这种新鲜的蔬菜味，放点肉末就更香了。基本上一个星期来个两到三次，像今天是专门跑过来吃的，美食为人心嘛。不仅米粉诱人，这个小小的粉店还是街坊邻居摆龙门阵的根据地。我不被喊个婆子好汉不骂。你喊我，你喊我阿弟。我为人还可以，80%的人都喜欢我。你没看见你每次到我那里全部都是住在我那里是吧？喂洛莲，好好好，我就来哦，就来就来就来。辣塔粉店还提供上门送餐服务，而配送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不能超出建乡新村的范围。有句手法，一分钱打三钱，什么东西一扔个都用不得完的，炒外婆，再一个个都分面条，搞得面一窝都可是蒸到饱饱，那瞧不得。所以我一般的都不是你。辣塔粉店是长沙最早的粉店之一，最早由非遗的父亲创办。我只吃了他们家的粉，吃了50年了，真的爸爸手上紧，就吃他们家的粉。他原来一个店子在北正街，后来搬到这边来了。原来在北正街那个生意挺好的，叫豆头子吧。我外公的那个店在煤店呢，那对面是一个煤厂，然后别人一踩到我们店里去吃东西，然后在店里就全黑了，那个地板上，就显得很脏。人邋遢邋遢，然后就，然后我外公说邋遢不好听，然后就改了一个辣塔粉店。我原先我老爸，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全男不全女，不全跟我们女的，我是偷学的。他就在那里切肉嘛，你去看一下，真的是偷学的。不信邪的非遗偷得了父亲的真传。父亲过世之后，他接手粉店的招牌，辣塔粉店也从煤厂搬到了建乡新村。这一坐就是20年。以前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在一个路旁一个桌子就这样沿街吃，但是现在城市变化很快了，很少有这样的旧城区能够有这样的氛围来吃，而且是冲着这个口味来的。你要说它有多么多么好吃也不见得，但有时候吃的就是当时的那种感觉吧，偶尔的话总是想要怀念一下之前的那种感觉。现在能够生存到现在的长沙的店的话，基本上它是需要时间的沉淀才能够一直保存下去的。城市快速发展，高楼拔地而起，随着老街区一起消失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社区小吃店。我先把这手艺呢给我再修是修的一点，还没修的那样原理，我先沿着高级小口。这个店还是保留，会保留，一直保留下去，直到这里改建，改建也有回忆在里面。从小就吃，有些人就来这里。飞翼，我好久没来了，我姐先敲一碗粉，就是这样。我人都是问题的吧，心要跳心，对人别叫，你只要叫一回，
比如对你的印象就要差了。你假了，你对人你没味了。计时啊！计时了，到了最顶端，控制住。要吐了，要吐了。好，踮起脚尖，收点腹。收了腹，那是肉。再来，再捏。不行了，不行了。备孕减肥到底有多难？廖美丽可能是全长沙最有发言权的人。哎呀，我的妈呀，我的腿，真的比初恋还要酸。我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开心的时候想犒劳一下自己，然后不开心的时候更想犒劳一下自己。每天这么累，那老子就要多吃点，吃好一点，那我不能亏待自己。谁让我们是女人？哎呀，给我好吃的。好了，好了。嗯。你我是买我出的，买你出的，买不我出的好吃不咯？走开！不要，这是干啥？换个廖美丽的丈夫，聊天终结者。你觉得他瘦了？没有。你觉得他未来会瘦吗？很难。就是两种性格，他像个闷葫芦。他觉得我像个机关枪，每次我跟别人聊天，他都会给我发一个短信，让别人也说说话吧，你不要再说了。五一商圈附近的深巷中，这一冷一热的两口子开了一家宵夜店，主营火爆海鲜，只送外卖，不开堂食。新鲜鲍鱼骨状饱满，活力十足，但肉质紧实，难以入味。闷葫芦换个有自己的笨办法。老公他不能切得比较宽，要比较细一些，然后才能让它长得跟像花一样展开，方便比较入味。只有像向日葵一样绽放的鲍鱼才配排队下锅。宽油烧热，长沙剁椒和蒜蓉隆重登场，小火煸炒爆香，打下鲜辣鱼味。鲍鱼的关键就是掌控火候，它要用小火，它不能用猛火。松弛的鲍鱼持续绽开，汤汁粘稠浓郁，花刀挂满浇头。每一只奔向长沙的海鲜都逃不脱一种口味，那就是口味。下风伸展开，往前跨步多一点。今年是廖美丽和焕哥结婚第六年，两人着手开启了备孕计划。像我，哎呀，谁没有年轻过了，我以前也貌美过，好不好歹也是个主编的位置，也有很多男的追，好不？就谈过三个恋爱嘛，第一个男朋友是个画家，第二个男朋友是个诗人，就到了他就是厨师，你知道不？就一下子从那种艺术的那种云端里面掉落到了这种接地气的话。你觉得是他追的你还是你？他找我谈。你跟我谈。看见没有？刚跟你撒谎，好不？第一。我要声明，他追的我是不可能去追别人的，这摩羯女是不可能倒追的。我跟你讲哦，就是一定要我先认可，我先看上了你才有资格追我，我不可能我去追别人的，我这辈子没做过这个事情。你说，等一会儿，
温柔一点，温柔一点，小话。廖姐，廖姐是我的顾客，当时跟我说是想点菜。我以前我好吃，就觉得那个峡谷湾好大哦，就结果问了一下价格，他说要298一份，我说我靠，太贵了。就说了一句我发工资再点，他就记死了这句话，就每次来调侃我，就吃不起峡谷湾。真好，我要打了。你说错了，我看你说错了。这真的，就世界上这种缘分真的是莫名其妙。有时候觉得他是跟我发短信，就跟我发微信啊什么，就聊我不？就每天都聊天，所以阴差阳错就走在一起了。反正跟他在一起胖了60斤，我也不知道这是幸福还是不幸。有时候想起来，如果是阴谋的话，我也觉得是甜蜜的阴谋。亲爱的，你把那个电话给我一下，我这边马上安排。啊，宝贝，你这个做好就送对吧？啊，不客气，宝贝。啊，已经下去了，宝贝。好的，宝贝，我这边现在就给您配送啊，保持电话畅通，小哥到了会给你打电话的。八台手机，16个微信账号，下单、安排配送、售后服务，全部由廖美丽一人完成。客服这块我真的好牛，客人你就把它想象成网上恋爱。我说你对你的男朋友是什么样子，你追别人是什么样子，你就对他们是什么样子，就甜一点嘛。然后我30岁，我还叫人家宝宝，人家也不知道我到底是30岁还是18岁，反正是隔着手机屏幕。那我要去淘宝当客服，我肯定是销冠。焕哥和廖美丽不卖堂食，专注私域领域，坚决不上任何外卖平台。他佣金太高就吃不消，毕竟我们孩子是一个小的创业者。第二个方面，其实觉得未来的路肯定不能抓在别人手上，流量为王的世界，你手上没有顾客的信息，没有顾客的客源的一些累积的话，你根本走不长远的，相当于打个引号的吧，吸毒嘛。你一旦沾了以后，他可能停不下来的。啊！最近，廖美丽的备孕成果似乎有了反弹的迹象。然后的话，你看今天你的数据这里，比起你之前的话呢，它是涨了一点。其实我是瘦了10斤的，但是今年疫情反反复复，我们周边也出现了很多像我们这种同类型的品牌，其实对我们的就是压迫感还是很大的。今年餐饮是最惨的一年，是全国性的。前年来疫情的时候没准备好，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外卖的重要性，然后都还是以堂食为主。今年大家都开始慢慢的接触外卖这个行业了，一下窜出来20个。你要对我在各方面对我充分的支持。没注意的，你瘦下吗？瘦10斤呢？1.5斤啊？1.5。疫情冲击不可抗拒，海鲜供应和消费都出了问题，但这也推动两个摩羯座研发新菜品。小两口琢磨，夏天的长沙怎么少得了小龙虾呢？好虾也要咸蛋白。小龙虾掐到头部，烈火高温，瞬间炸到虾尾的部分水分，等待咸蛋黄投怀送抱。它要你小火，猛火的话，它就瞬间就把汁收干了，就没有那个蛋黄的味在里面了。咸蛋黄从固体变为液体，大颗粒变为小沙粒，在小火的催动下，翻沙的咸蛋黄一步步飞入虾肉的肌理中，最后滴上芝麻油。咸甜沙软的咸蛋黄配合红白 Q 弹的虾尾，带来味觉口感的双重享受。疫情没结束，减肥也急不来，世间的烦恼也许没有一顿宵夜解决不了的。
我觉得哥今年确实辛苦他了，没得他店里面也不会发展的这么好，要他在店里我有安心。人走上坡路就是辛苦的，但是你一定要去走，因为走下坡路非常快，他说就像车轮子一下子就下去了。非遗期待儿子小姑早日继承粉店，他好专心自己的麻将世界。伟妹打算继续陪伴娜姐一段时光，一边携手创业，一边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现在都在朝着好的方向走了，小孩子也懂事了，也大了啦，该回的也会回来了，我也比以前懂事了啦，都会好的，真的都会好的。开了22年了，今年过完年就23年了。好家一窝三喜，你都几岁还吃的？10岁以前吃面，我的面干干巴巴的，就看起来的。以前吃什么？鼓掌。站住了吧！有人抱抱了。在呀，在呀，要赶紧下分吗？要赶紧说说的吧。哎，装装什么的？八角萝卜不搅加一点。哎呀，哥给你自己屋里打广告，真的不？你吃的好香啊！我是陈鹏飞，明白。你看那个长得像猴子是我爸小陈，那个长得像猫头鹰的是我妈华姐。娜姐，强不强？每天都有很多人到我们店里掐分掐面。为什么要叫学音乐馆呀？不是啊，我牙就是学音乐。每天都来了，每天都来，我们家十几年了，这个场地的特色特别好。好痛苦，3-4套吧，从2点钟熬到第二天早上，熬10几个小时。后腿肉全是瘦的不？不增加食，不增加食，要先过水才没有腥味。煨2-3个小时。大姐，你的饭心都在想。我不愿意摇啊。老实说，我老不怕鱼。我要放几个，我去看看多点那个。一窝三心，叫夹到窝上就好夹。我们这里都是老顾客，不新鲜就不行。小莫子，好好好。一个店子也蛮辛苦的，一天晚上还来看一下哈，一家人也在就在这里，苦中有乐了。
新个子网的一天一天长大的不？有希望不？带走一盏烈火，让它温暖我的心。也是，过来接我。你知道什么？考试没把握，到时候不分了。哎呀，我都在呀，北海这么好的分了，还凑不错嘞。你知不知道北海生蚝这家店？不知道。我们是从外地来的。不知道，在哪里？我这个店不是晚上店，但是要来的朋友一定找得到。哦，那巷子里那家是吗？特别是那个红烧鱼，他妈妈做的绝了。泰国屋里的鸡爪好韵味。360每天，我们300天在这里。泰国的菜两三。他里面有出条街，然后右拐。从长进工作行，一直走进来，挂着网。袋子刚才就是我屋里。大爷，北海生蚝在哪儿？这么多人围着我，这是我在打牛的路上享受过最高级别的待遇了。我叫刘凯，之前我生蚝卖的比较火的时候，有叫我生蚝凯的，但是基本上叫我胖子的人，我基本上我不搭理他了。干了一杯70斤了，我不是胖的嘞，我是真的围着嘞。睡这个沙发高头是我压的，昨天起得比较早，没人的时候在那里休息下子。有没有什么事儿等着我去做？我们一定要去吗？对，那厨房里叼根烟在那里搞鱼的，就是我娘老子的，跟着包子博烟的。我特别喜欢他妈妈，做菜的时候要夹一根烟这样子，感觉他不夹烟做不出好吃的菜来。还有那个发型记忆，让我想起了包子婆，真的，然后还戴了个链子啊，是吧？阿姨，啊，为啥你做饭能交时间啊？阿姨，这事业进去，这出来鱼还吃去，吃不？特意从湘潭过来吃这个鱼。我那个旗鱼，我每次来都是必点的一个菜。家里的红烧鱼这么好吃，我还出来是干嘛呢？好话子讲。我们吃了三条了嘞，已经吃了三条了。三份了，六条了。哪里六条？三。六条了。刘欢，这点我一说呀。好的。我要买的了是个活的新鲜鱼。回来把它把背铺干，铺干以后是熬的盐。它冬天你可以放在外面，夏天就要放冰箱。一天一个晚上就可以了。第二天拿自来水，把那个熬出来的那个盐水洗干，把油烧红，进了厨房子里，闻到锅边掉的白臭，里面放蒜蓉、酱油、蚝油，再放水去焖，把那个汤汁收干。就会去锅。说完了？没有了，去锅来。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什么调料。吃会做不？脱不下子。脱不下子。我也会做。就是没人吃。因为我妈妈主要是搞这些炒菜，然后我可能就是有一些创新，然后让他们觉得哎，外面吃不到的。比如我的鸡爪这些东西，他们也喜欢吃。那鸡爪干一份，椒盐鸡爪，鸡爪子三份呐、啊，就是单卖这个鸡爪可以开个连锁临街卖的那种。选这个鸡爪的标准是我定的，它必须要个大肉肥，不能太小。鸡爪焯水的时候要切点姜片，等会放点料酒去腥。等水煮的差不多要开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放凉之后，就把它放到我们自己做的那个卤水，是一个小时左右。客人点了之后，就把它劈开炸，炸到外焦里嫩，然后就撒上我自己调制的椒盐粉啊、
它里面会带一些坚果啊、花生碎啊、桃酥啊、一些香料啊。年纪大，那肯定吃一点的。他以前把那个鸡爪上面那个粉都要吃光了。他们家的椒盐鸡爪顶天了，特别好吃。对，只能过来自己吃到了之后才可以理解它有多好吃。就是我们光说的话，就是词穷，没有言语可以来形容它的好吃。看我脸上还有没有油？没有，不要找我麻烦。你摸的时候是不是尿骚去了？那个不用整。我不想自己成为网红店，因为我需要的是情怀。哎，我就这么想，还每天还有点朋友来，开开心心的，大家能聊下天啊，喝喝酒啊。如果有一天你把它做成网红店，甚至他来了要排队，会伤这些朋友的心。先把这里环境比较随便，就是我们像吃那个家常便饭一样。我觉得小巷子里面也独处的热闹啊，而且像长沙这种比较市井的烟火气的其实真的是不多了。开这个店之前，我反正一些七七八八的事也做的比较多吧。他以前亲的啊，我不太记得了，反正这个能说吗？在外面玩是吧？就是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点不好的影响。以前做的那些事情，我觉得也付出了自己相应的代价。之前是瞎开心，就是那种没有目标、没有目的，盲目的去追求开心。后来觉得父母慢慢年纪也大了，自己还不干点正事啊，但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原来我以前是个包袱。我只想我现在能让我父母休息一会儿，我能先一个人独当一面，把这个店撑下来。小时候他人没到那个年龄，他不懂，晓得不？伢年没得那个求职资格的待遇是负担，能够帮肯定是帮的，没得那个伢年不懂待遇的。对儿子说什么话？我确实没什么这些说的啊。只要在听话，我们就很高兴。阿姨今天累吗？累一天，还累了就是。来了，炒鱼了。哎，辛苦了，你也喜欢炒鱼。忙了一天了，吃点儿吧。我叫许博，2014年呢创造了叫个鸭子的品牌，然后最多的时候有500多家店。今年呢，然后我们又重新打造了一个大灰狼要吃烧烤的品牌。我之所以选择了一家小店先做，我也想先把我们的产品先烤通。我们更多的遵循呢是一个原则，就是好吃是必然的，然后不去做偶然的事情。这是我们的主视觉，大灰狼要吃烧烤。然后当时我们也想了一下，就是狼叫就是 wolf 嘛，对。然后 welcome to 烧烤，就欢迎来吃烧烤。然后第二块我们就是这个通过互联网去做一些社区的营销，像昨天就是5点发的，对。然后会发一些产品的图去刺激一下大家的味蕾，对。这名字确实挺记忆犹新的，是。因为我当时想就是狼爱吃羊嘛。对，然后第三块就是选择了很多有意思的食材的搭配。烤猪眼睛是一个比较慢工出细活的东西，因为你需要均匀的低火慢烤，大概需要烤20多分钟。在吃的过程中呢，其实很多就我们会提醒食客，会就是说需要稍微放凉，因为它里头是滚烫的这个爆浆。说走就饿，
然后第四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酱料。这个对，当时这个我在做这家烤串的时候啊，然后我自己的老婆也很支持。我能说实话吗？可以啊。现在还是挺反对的。就是当时自己也比较爱吃，然后去店里吃了一些他们做的，就是刷平时的那些料就不是很好吃，回来就调了两种料。那个嘴上说不支持，心里还是要支持的，他做什么我都得支持呀。所以在店里也就是叫这个老板娘烤馒头片，老板娘烤豆皮儿，就类似于这样的名字来体现一下他对于我这家店的一个帮助。我是疫情后开的店，当时的房租是最低点的时候盘下的这家店，但是没想到第二次疫情很快就来了，对于我们的影响非常大。因为我是百度出来的嘛，所以立刻想起了杜小满金融，杜小满金融就是之前的百度金融，所以我很信赖他，就用他周转了一下。随着疫情渐渐恢复呢，然后生意也陆续的好转起来。叫个鸭子之前其实还是坑了不少人，但是也不是我内心想去坑人家，而是说他做的这个标准化呀不太强。大灰狼要吃烧烤呢，实际上我是想让他更稳扎稳打一些，能够让更多的人吃到好的味道，除此之外可以能够有更多不一样的体验，也就是最开始我说的那个好吃是必然的，要多去做偶然的事情。啊，还有哪个鸭子？兄弟三个来，兄弟三个来，200个，嗯，我这个上的要挣300了，毛都到300了。有是销售总监。今天早上卖得快吧？哦，快得很。你们要吃什么就要快，快的啊！我不犹豫了，一天1000个什么也卖了。好，技术总监是安姐。啊，六个饺子不便宜呢。哎，你是不是愿意学？你来干嘛？来个饺子，三个摆一起，那个并且下。不用喝，我的酒。你没化妆？不完美，每天都这种情况就在吃烧。我们可没收你的钱啊！我也说不出什么好与不好，但是我就觉得，按这个传统工艺做出来的东西呢，它还是就是有它自己的这个特色，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味。这个我们是自己擀的，这个皮子比较细腻，比外面那个烧麦皮子都要厚一些，稍微偏厚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是用高油锅蒸的，蒸出来的香味好一些。好香，没有什么，我知道有点那个油炸的，对吧？油炸只是提香的，不是吧？烧麦它主要是吃的糯米味，糯米一般是泡10个小时以上，泡的久糯一些，糯米就是要软和糯。长沙的这说法，油多不坏菜，油多的东西它的比较这个口味重一些吧，然后就是入味一些。哎，今天油还是放多了一点，太紧张了。
我就站下来我就过来了，就应该行。啊，行。那一年嘛，暑假我爸我妈他被那个单位退休了，被迫退休。退休的第一天我们就干了，自己家里的事情反正是要帮忙，我是在做过一家人的事情，就一家人做。是你令人往日情爱家，这望行夜里，谁人是你所爱？来来来，你走你走。我每天都想退休。你问他们同意吗？我们两个老弟退休，他们没有答应。还是有点故梦，想倾吐。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干。一个手护桥，一个手运桥，对，要半蹲。他给我一个要过我的眼神，我看看。凶他，凶他，凶他！大哥，我叫刘少云。对呀，早上三点多就起来，每天都是一样的，十七年了吧。休息就是想多睡一下。我老婆叫徐凤香，她也爱说话嘞，可能手里还说话说多一点了。四代人呐、啊，我孙子也吃，我爸爸也都吃，差不多九岁左右。以前这里是网吧，大概读初中吧，主要是早上迟到了，吃天桥通站。微信收款两元。干嘛了？进来进来了。哇塞！要么子？这是什么？一个油条。豆子，甜椒。可以。不要太高多的，我要个油条。甜酒冲蛋啊，油条是特别爱吃的，我们长沙这边的湖南人，湖南人。我这里到位主要是油条，鸡蛋那个八个，我刚不是少了几个呢，这个多一点不要紧，不能少。我这个东西很费劲的嘞，这手游进去不扒这个面粉呢就可以了。发现黄桃子，这好了。把油条把它掰断，泡在甜酒蛋里面，味道是一绝的。
你妈好爽。好了，不要整他了，好不好？还拍单，别以为我们是托了。那个敢吃呗，你们尝尝呗。喜欢有白米，喜欢绿的，喜欢有豆浆啊，有甜椒啊。其实也不知道做早餐这么累，不过做习惯了也还好，反正就反反复复，就是每天都是这事。想还是想，还做十年，做十年至少做不做了啊？现在我都已经53岁了。还不十年就是63岁，不知道做的那么久吧。这是您本站的调研报告。首先鱼肯定是要排除的，口味虾实在是有点整不了小龙虾这个物种，所以也排除掉。那么就剩下黄鸭叫荷包蛋。黄鸭叫是黄鸭叫导演不让说。行吧，就选这道菜。上当了，黄鸭叫还是鱼，千挑万选还是选了个鱼。哎，这个黄鸭叫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个长山的立地下这个哇哇哇。行行，后面有面镜子，小时候我们家也有。1997年才，我还在上艺校的2年级，应该它就开了。电马，电马进来。这是你订的艺校不？我看到隔壁桌上了一个菜，是不是就是我点的那道菜嘞？我觉得黄鸭叫这件事情，我很快就可以解开谜底。你不是本地人吗？我是本地人。哦，你们点这个菜叫什么名字？黄鸭叫。它肯定是条鱼，对不对？对。那为什么叫黄鸭叫呢？不知道吗？不回答吧。你跟长沙本地人真不知道？真不知道。百度一下。黄鸭叫为什么是鱼？由于黄鸭叫能发出鸭子一般的声音，人们因此得名黄鸭叫。但是它真的会叫吗？也不知道，没人听过哈。反正你们从小就这么叫它。对。地下党接头终于整明白了黄鸭叫是啥。谢谢。夏工，给你菜来的。啊，好，谢谢。谢。哎。哦，这个其实是不是就是黄辣丁啊？但如果是黄辣丁的话，我觉得我还行，因为这个东西在火锅里经常出现。咱先不说味道，咱说这鱼是炸过的，今天这个热量表要是不爆就奇了怪了。哦，这个鱼别看炸过，还是很嫩的这种肉。而且鱼肉嫩到你可以像搓粉一样。都不用咬它。这鸡蛋也是。炸完煎完之后你吸收更多的汤汁的味道。然后它很入味，有一种淡淡的香味。
这玩意儿太下饭了。用本地的豆瓣酱给高汤调味，辣椒也悉数登场。过油后的黄鸭叫肉质疏松，肆意吸收汤底，但塑造这道菜独特风味的还有另一个秘密武器。紫苏，一种原产中国的古老香料，叶片中的紫苏醛赋予它类似孜然的鲜香和薄荷的清新。在湖南，紫苏与河鲜是绝佳搭配，高温下紫苏的香气喷涌而出，给鱼肉注入婉转迂回的独特香味。紫苏并不是湖南独有的食材，但湖南人却用它做足了文章。我原来只以为紫苏、桃子和姜是一个搭配，没想到它还可以掺这么多水果。长沙人对于食物的创造力，包括他们举一反三的能力还是非常强。那怎么卖呢？15块钱一份，自己可以任意加。加多少我说了算。对。你学建筑的吗？我不是。建筑的话他就会那怎么去加，你加的好多。那你不要小看我噻。可以压吗？可以压。可以压哈。我告诉你，不要哭啊！这些底下的我打底。哦，圣女果也很好吃，但圣女果性价比不高。很漂亮的。知道，我不要，不要诱导我。你这一层一层的，还说不是学建筑的。做人也不要太贪心，2块就可以了。哎，啊？怎么样？怎么样？尝一口啊！有点酸，好吃了。这个紫苏的味道就要比刚才我吃的那个黄鸭叫的那个紫苏的味道要更充分一点，香很浓，然后还有一点点酸，酸酸甜甜的恋爱的感觉。Hello. 小词儿还挺多啊，这汤汁很好喝，是灵魂。没少看书啊你，而且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会成为长沙非常畅销的小吃，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因为它非常的解辣，而且还解腻。对，你会很开胃，这种开胃的感觉就像你刚才那顿饭没有吃。这可怎么办嘞？现在这天的颜色太好看了。
真的是条街好长啊。你看后面多少人？一二三四，全人。你就发现长沙人对于吃的这种热情、激情，那是让我特别敬佩的。就亏得我是吃饱了来的，你要空腹到这种狼的地，你真的拔不动腿。不要羡慕做美食节目的人，觉得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很开心的样子，但其实真的很撑。虽然我很适合做主持，但是这毕竟不是我的本职工作，我能在这个节目里吃成个180斤的胖子，我回去怎么办？我得拍戏啊。棒超多，这就是我们湖南人夜宵生活的开始啊。来先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看一下，今天我们来挑战吃爆辣的，我们来吃一下。来，我们准备好了，开始了啊！有没有衡阳的粉丝朋友们？有衡阳的粉丝朋友们扣二啊，给他加油，好不好？是有张家界的老乡，有长沙的老乡们，给我扣一，好不好？给主播打气啊！来，我们开始了啊！好，这些人说衡阳大哥从气势上已经压倒我了，是吧？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别当人面说，跟他一比，我真的太不专业了。你这是专业的美食，他刚才直播间里比吃辣，包括那些话啊，就是说的中间都不带有逗号。导演，你看看人家那台本写的，我得加油了。走，想想明天我们比吃啥。贵州三大酱香品牌贵州真酒邀您继续收看。完了，遇上难题了，有生僻字。大爷，这俩字怎么念？导演要能告诉我，就不问你了。算了，我还是问老板去吧。哎，老板，这两个字怎么念？当时我喊真爱去。普通话的话就是真哀切，哀切就是奶奶的意思。奶奶的意思。嗯，对对对，奶奶的意思。哀切。货色是这个是吧？哦，要一个这个。好好好，谢谢啊。哎。也不知道他这个腰包是怎么送桑拿的，但是看着大家伙吃都很香了。这个就是啊。这个是生的，等会有人来给你帮忙。哦，生的。但他为什么把生的端上来？站起来一下啊！怎么还站起来一会儿？怎么吃这个还站起来一下？还要站起来啊？对对对，有点，还挺有仪式感的啊！喂，吃了啊，这就熟了。对对对，可以吃了，放久了就老了，这得趁现在吃是吧？肯定熟了哈。对对对，我以为挺复杂的，结果就这一下啊。就这一碗又是热量爆表。但是你别说，也不辣，但是是真油啊，也是真香啊。也是真烫啊。喂，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整个勺。哇，发现了一个别的东西，是石头吗？雨花石不仅可以承受上千度高温，还能长时间保持温度。长沙人巧妙地让它成为烹饪的帮手。新鲜腰花用辣酱腌制入味，这只是第一步。
投入200度猪油中，只需15秒，腰花断生。再加入盐水去腥提味，口感鲜嫩，香辣中透出咸鲜。羽花石持续传热，不仅防止猪油凝固，也让腰花的风味更加迷人。长沙人真的是聪明，就是用这种方式尽可能的保持这个食物的长时间的这种温度。大写的福，就第三家了。这一排房子几乎每一家都是 KTV， 而他们起的名字也特别的有年代感。上面，你不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安排吗？火车运行的速度很快，但这条街就像没有动过一样。你觉得这一切都特别穿越，就有时候它像一个月光宝盒，打开那一瞬间，就会让你回到20年前。这个是大饭店，这几天吃饭面积最大的一个。哎，我要吃那个鱿鱼炒肉丝啊。对对对对对，最招牌的鱿鱼炒肉丝，这个也要。辣椒能吃吧？正常啊。辣椒正常。好的，嗯，可以了。鱿鱼本是海边特产，但湖南人却用自己的方式赋予它全新的湘菜口味。小米辣爆香，肉丝煸出油脂，保留鲜鱿鱼的软嫩口感，要尽量缩短烹饪时间。切成细条，大火爆炒，鱿鱼和肉丝的香味相互交融，不到1分钟，一份地道的长沙小炒在香和焦的临界点迅速出锅。哎，这米饭对不对？啊，对对对。坏事儿，朋友们，我现在真的下意识的想都不再想的就把米饭给拿过来，真的，这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怎么回事？连想都没想。我这还是想。这好像是得吃米饭了。真的是。肉末吃的很细很小，吃到嘴里主要还是鱿鱼的口感，有点筋的，很有那种咀嚼的快感。你看这些辣椒都，肉也有没放辣椒，上面都放辣椒，但是它并不是很辣，还是说我的舌头麻木？其实这个也很辣，但我并不，但是看看看，我都哗哗辣的流汗了，我还咬着后槽牙说不辣了。老板这么忙，我老板忙活完了，我觉得可以跟老板唠了。
建议啊，来这儿吃饭，点咸蛋黄跟你鱿鱼。你说你吃七八口鱿鱼，最后塞一块儿咸蛋黄，哦，那味道你中和，鱿鱼更好吃。嗯，好，阿姨你好，你好，我是绿马。您坐，您坐。那正好有好多问题想跟您请教一下。哎，因为鱿鱼是海边的东西，对吧？不是咱内陆的。您是怎么想起把这个鱿鱼跟肉炒在一块儿？但是我这个工作单位是长沙，是肉食水产公司。哦。就经营就是海鲜。哦，那怪不得。拜年的时候，单位上分这个东西给我们。啊、哦。每个人家的都做这个菜，到你们家吃这个菜，到他们家就我的菜搞得最好。所以您后来开饭店就把它当成主打菜，主打菜。像您在水产这种工作，在那个年代是属于铁饭碗啊，最好的单位，有吃啊。对啊，那您怎么又想起开饭店了呢？那时候儿子刚好没考上高中，嗯，就没工作，他说妈妈的菜搞得好，就我们开个小饭店，当时正好也赶上那个时代了，嗯，可以自己开，个体经济。对，没地方，那是没钱，是，那就把我自己家住的房子，26个平方的房子，刚刚开饭店还是有人看不起的，那就是说没了儿子，自己就忍受一点委屈也好，怎么样好，因为为什么呢？本来我是跟他爸爸离婚的时候是每个人分了一个孩子，那个小儿子分给他以后呢，他没决心带，没带好，就走了，所以我也亏欠那个小儿子的。所以我在这个大儿子的问题上呢，我一定就要帮他一把，来弥补我心里这一块心痛。所以我觉得就是，当您做这些菜的时候是有感情投入的。对的。阿姨，对不起啊，我又提起您的伤心事。那过去的事情过去了，已经我也这么多年了，也我开饭店的时候还是36、37岁，我开了三十，今年37年了。您现在这个餐厅多大？现在这个饭店有800多个平方。也就是说，您37年，从26平米到800多平米。37年前26平米的时候，您有想过今天会有现在这个样子？800多平米。没想到，我感到我最欣慰的就是说，我这么多年来，长沙市这么多人都知道这个饭店，到这个店来。首先第一个菜就是鱿鱼肉丝，看见我都像亲人一样，他们小时候做小孩的，现在做奶奶了还在吃，几代人，这已经变成他们记忆中的一个味道了。对的，感恩他们。阿姨您喝酒吧。我喝一点点给你。我陪您好不好？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阿姨，这酒怎么样？玉口肥甘。贵州真酒的酿造水源啊，是赤水和上游地下水，加上遵义本地的有机红缨子糯高粱，坚实饱满，水质好，原料好，酒的味道自然甘甜爽口。只有到了长沙，才让我对湘菜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既有火爆的辣，也有温柔的辣。这座城市也如此，既让我看到了激烈直接，同时也让我感受到温柔和细腻。